的话呢，我们接下来，所以刚刚那个 ET today 哈、哦、比较特殊，它没有 class。那再来的范例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要练习啊、哦，抓那个外汇的资料，哦，那当然外汇资料呢，目前呢、哦，如果你 Google 啦打那个外汇，好像跳出来就台银外汇是最前面，因为应该换汇的话哦，应该去台银应该是都可以换得到你要的那个外币啦，只是说呢那个。怎么样比较划算哦？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哦，也其实有蛮多方法的，好像出国的话，怎么样可以啊、哦？那个汇率比较好的话，那其实当然呢，集齐一定会比较好吧，哦，一定比现金来的优惠，就是你买的价格一定比较低，那你如果这样卖，你也会卖的比较高，甚至有些银行哦，还有优惠，就是如果你用手机的 app 或网络的话，那汇率又更这个优惠了，因为我习惯就是我是有办那个玉山银行的那个外汇，那我有买一些外汇、哦、那还有呢办那个什么，他还有办一个信用卡叫做什么双币卡，那双币卡意思说你消费的话就集齐的，就是直接扣你的那个户头里面的钱，所以我有时候是吧，在最低的时候真的已经很低了，我就买一些放着，然后出国呢消费的时候他就而且不用手续费，哎，我觉得哎，这样花下来感觉好像，哎，真的有省到蛮多的，哦 ，OK， 哦，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哈，哦，反正就怎么样省一点嘛，出国才有感觉到你花钱感觉会花的比较开心一点，不然还要算那个汇率，哦，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换汇的方法不对啊，真的是会差蛮多的、啊、，OK， 哦，那。所以呢，甚至你们也可以去抓什么各银行的外汇比较一下，到底哪一家银行比较优惠。不过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没有把那个手续费加进去，有一些很低，但是要手续费，他没有显示在上面。那如果要手续费加上去，其实也不尽划算啦、啊。哦，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反正至少啦，也是一个练习，练习各家外汇要把它抓回来。哦，然后。另外的话还会有个问题哦，可能有一些要按一下它才会资料吐给你，那就不再用这种方式 OK 了，那如果要按一下或者你要做一些动作它资料才会吐给你的话，那可能要用其他的方法后面哦，所以哦，因为我们按部就班的就是可能用这个 Selenium， Selenium 就是说你可以用滑鼠键盘做完之后它吐的资料你再把资料抓回来OK 哈，所以当然这难度又比较高了哦。我们按部就班，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哈。所以呢，0604，那台银外汇部分这边有个连接，那你点进来，那当然第一个啦，我们要进来之后的话，可以看到，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希望哈，我要把这个网页里面的币别这些东西，第一个栏位，第二个栏位是现金，那现金它有两个，买入跟卖出。集齐也有两个 ，OK， 那特别注意哦，我有分析过它的那个什么呢？这个现金跟集齐哦，是有两个，一个买入一个卖出，那币别有一个，所以它里面的串列哈、哦，刚好是一对二，可能比如说币别有十个，然后买入卖出这两票它变成有二十个，所以十对二十，哎，那你这样要输出资料的话，那你要怎么刚好？可以让它变成说输出一个，然后呢，这边输出一个，这边要输出两个，这边要一二，然后这边第二个的话，这边要三四，有没有？就变成说你可能输出的时候呢，好会有问题啦。这个我先跟各位讲啊，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观察。其实很简单，第一个一样滑鼠右键嘛，有没有检查？那你会发现哦，这个啊，因为我把它 dug 到下面的 button 的话，那可以看到这个。它是什么 DIV？ 哎，所以这个是 DIV， 然后名称的话是这个什么 Hidden， 那么然后 Phone Print Show， 其实它两个名称，前面跟后面啊，反正不管，我们全部复制贴，那就可以抓到币别的部分了。OK， 所以但是呢，会有个问题哦，它里面的话好像有很多空白，所以用 Strip 就可以去掉了，否则的话如果没有 Strip， 它会变成很多空白。OK， 好，所以第一个，第二个话呢，那这个叫现金，按右键检查，现金买入 ，OK， 现金买入的话呢，哈，选一下，按右键检查一下 ，T
跳到这里，买入的话，它名称叫什么 ？class 名称是这个，叫什么？ rent 什么 content catch。那你会发现哦，它下面这个跟上面这个名称一模一样，有没有？现金买入跟现金的卖出哦，它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名称，有没有发现？所以我刚刚讲一对二就是这个关系，一个名称它对买入跟卖出哦，然后呢底下这个集齐也是一样，集齐的名称哦。 它叫什么？这个叫 rent content， 它的 slide， 然后叫 catch， 其实差一个名称。那它底下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哦，那我们要抓，其实抓三个 list 就可以了啊。也就是说，一个是什么？币别，一个是现金，一个是集齐。但是现金跟集齐又各有买入卖出。哦，那我们要什么？第一步哦，就是把这个名称抓到了。那再来一样嘛，所以固定 SOP 一，先用 request， 有没有？先 import request， 然后把这个网址给它。 第二的话用 Beautiful Soup， 然后 Beautiful Soup 这个也固定啊，所以其实哦，基本上呢，上面这四行，甚至你可以把它拿来当范本，直接贴上就好，拿来改 OK 哦。然后呢，我们前面我名称叫 SP One， 哎不，跟这样，这应该是这个哦，好，所以再来的话呢，那encoding 这个应该不用，这一行可以把它拿掉，所以我们就什么，哎，就是这四行都固定的，然后我们就是再来的话，因为有 三个串列，所以第一个都用 find all， find all 什么呢？第一个就名称的话 div， 然后就把刚刚第一个名称贴过来，就是哪一个名称，就这个按右键检查，哦，就这个名称，点两下哦 ，Ctrl C 贴过去，哦，所以以后的话你发现就类似的方法啦，应该不会很困难吧？哈，那再多练习多练几次应该就熟悉了，只是说呢，哈，可能要切换不同环境，慢慢习惯。 啊，另外这个把它复制，这个把它复制，所以呢会产生总共三个串列，一个叫我明天叫 data name， 一个叫 data one，data one 就现金 ，data two 的话呢就是集齐哦，然后底下的话呢，因为这个现金我看这个名称哦，按右键检查一下，它是放在 TD 里面哦，特别注意哦，不是 DIV 哦，你不要又给它用 DIV， 那 TD 是什么？特别注意哦。 TD 的话哈，就是储存格，储存格哦 ，TD 是储存格哦 ，OK 哈 ，TD 是储存格啊 ，TR 的话就是 table row 啦 ，T 就 table，R 就 row， 好 ，OK 哈 ，TR 就是一列，那 table 的话就是一个表格啦，啊，因为我们这边用 TD， 所以我用储存格，然后呢，它的 class 名称也一样给它，好，所以有两个，所以 data 1跟 data 2。 那找 OK 之后的话呢，我们一样哦，就分别怎么样把它 print 出来。不过呢，因为 data name 哦，它是一个名称对买进卖出，所以哦，那怎么样输出比较 OK 哦？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data name 输出一个，后面加一个 strip， 那 data 一的话呢，我就想有什么方式可以刚好我输出一个。 他那边输出两个哦，那我就想到一招，就是呢，把它乘以2 ，i 乘以2，然后呢，后面这个叫 i 乘以2加1 ，OK，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公式哦？其实后来我就因为这样讲，有时候太抽象哦，同学可能不太理解，所以我就画个图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就0嘛，然后0 1有没有？ 因为0乘以2还是0，然后呢加1刚好1，有没有？那这个就1，那这个应该是23，所以1乘上2刚好等于2，加了1刚好3，有没有？所以我就用这样方式得到这个公式。OK 哈，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个规则是我用这样的方式推出来的，但是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你还有别的公式，没关系，你可以用你习惯的公式。 反正就是要能够1对2的这种关系输出就 OK 了。好，如果你有更好、更简单的，欢迎你再提供给我。OK， 因为我目前想到应该是比较简单，有没有还有更简单的？一个对两个的一个公式哦。所以哦，写出来你会发现，为什么 i 要乘以2哦？这是我刚刚那个逻辑推出来的。然后后面的话 ，i 乘以2加1，OK， 那底下这个 data 2也是一样，乘以2，这边要。 乘以2加1，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呢，我就可以什么把它全部输出。那你会发现呢，它就会自动按照
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它分别输出啦。OK，第一个哦，那第二个的话，因为我将来要存档，所以呢，我一样呢，把它分别输出啦。 OK， 第一个哦，那第二个的话，因为我将来要存档，所以呢，我一样呢把它做成什么 CSV 啊，所以一样啊，你会发现啊 ，CSV 也是可以固定一，我先怎么样，两行 FW 等于 open， 那名称的话呢，我叫做 rent 点 CSV， 然后写出去 W， 然后 write 啊，那个 S 的话呢，一样哦，就串接，所以串接的话，我就是在 for 回圈上面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栏位名，一个字串，那我先给开头先栏位名称好了。OK， 啊，总共有五个栏位，所以我就分别币别、现金买入、现金卖出、机器买入、机器卖出啊，加一个换行。那底下的话串接跟刚刚一样，哦，就啊，不过我这边不一样的地方是用 format，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第五个，好，分别放进去，然后呢就直接怎么样，把它执行了。 这样的话呢，就存档 ，OK 哈，理论上应该这样子 ，OK 了 ，OK 就把它执行一下，那你会发现哦，就会产生一个这个所谓的 rent 点 CSV， 按右键 refresh 一下，然后看一下，哎 ，rent 点出现了，点两下打开，哎，有了，有没有？就 OK 了，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啊，我可以很快的可以把那个台银的外汇，并且下载，然后存成一个档案。 哦啊，当然其他的话当然不是只有台湾外汇啦，如果其他加的也可以练习看看，哦，这个可以增加你的功力哦。那请各位呢试试看这个外汇的部分哦。